当初郑庄公抗命天子，也许只是想保住辅政亲事地位，但是历史却不是按郑庄公的思路设计的。事到如今，郑庄公犹如一只离弦之箭，想收也收不回来了。臣郑不生冒犯天子，罪该万死。但是祸是我郑不生闯下的，要是有一天郑国真的惨遭失败，以致亡国灭种，我郑不生也敢在皇权之下面对祖宗非秦一死的罪名，而绝不在今天后退半步。见好就收的郑庄公，却不料立功心切的部下一箭射翻了周天子。这横空出世的一箭，射落了周天子的神圣光环，也再次把郑庄公推向了危机的边缘。国君，国君，我射中周天子了，我射中了，国君。戴大夫，我射中周天子了，我射中了。知道了，国君在镇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早就知道了。难道我射错了吗？国君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我射周天子那一箭射错了吗？哎呀，你起开！哼，我明白了，我子都可不管那些，只可恨周天子国驾天后，要不然让他早就一命呜呼了。什么？如今周天子丧魂落魄，国君应该乘胜追击，将他活捉才是。没想到鸣金收兵。还有军中出现了反贼，本来周天子被我军团团围住，插翅难逃，结果竟然让他给溜了。原来军中有人放走了他。是谁放走了周天子？我，尹考叔。尹考叔，我感谢你。国君，国君，你一介武夫，你懂什么？什么？我你真的没有射死周天子吧？你真的看见周天子活着逃出去了？
这一箭射的正是地方。周天子再也瞧不起天下这副担子了。国君所言极是，如今我国兵危已立，周天子必定畏惧。国君正该派遣使者前去问安，送些牛羊前去劳军，并向天子解释，射中天子那是误会，更非出于国君之意呀。谁能担此重任？翟大夫，不要说了，下油锅的事只有翟大夫。你皮厚，煮不烂。